一点没得亏啊，我都想亏啊，按顺序做的，我也想多做点生意啊。评价你们能搞这么好，评价产品能搞这么好，又嚟一只新鲜嘅烧鹅，六三只嘢，飙晒烟，热个头唔紧要，梗唔紧要啦，你食唔好走啊！俾大家感受一下一只烧鹅髀嘅分量，嚟自马不贵，咩马不贵啫，好閪贵嘅意思，系。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嚟到东莞常平镇，即刻带大家去翻牌，算系本次东莞行我个人最期待嘅一位烧鹅选手。废话少讲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今日依然系喺一条河涌嘅隔篱，继续一时烧鹅，一时爽，一直烧鹅，一直爽，系啦，你听得懂我先啦。Yeah. 今日烧鹅队队长继续带大家翻牌，喺常平呢边人气可以讲都算非常之高嘅烧鹅选手，就系呢一间。到啦，马不贵烧鹅。有冇上平嘅人话俾我知马不贵系咩意思？哇，还挺多人哦！一大早已经坐满了人。马贵鸡咯，两个腿，一个沙锅拌面，可以。喺边度点单啊，靓女？等得啊，靓仔。等得，好有耐性噶。一个鹅髀奶，一个鹅髀面，帮我拼多个鹅杂。冇鹅杂。咁有冇鹅肾、鹅红啊？有鹅红。咁咪攞个鹅红。咁仲有啲咩啊？冇啦。鹅掌翼咧？冇啦。都冇啦。系啊。得鹅红咋？系啊。我两个人啫，明唔明啊？我食得。点多啲都唔得噶。系冇得点啊嘛。系啊，咪。有没有开门？有没有在哪？很丑，很丑。哎呀，抢着打仗呢。对，要抢着喊。你帮我记咗没啊？记咗，但要等等哈。多少啊？我都想会啊，那人家有意见啊，都按顺序做的。我也想多做点生意啊。评价你们能搞这么好，评价产品能搞这么好。太好了。哎呦，这是一只的量还是半只的量？半只。半只分量这么多。非常之全同指标的单，烧鹅奶，烧鹅奶几钱一碗啊？16蚊。哦，16蚊，16蚊嘅分量，分量还是可以。我嗰两个鹅髀唔好斩，唔记得讲啊。你唔要斩唔斩嘅，但系你要等啊吓。我唔紧要，我等，冇问题噶。又嚟一只新鲜嘅烧鹅，冇新鲜嘅。肯定新鲜啦，睇得出噶，飙晒烟，热个头唔紧要。梗唔紧要啦，你食唔好走啊。你有冇人啊？你坐在那里吧，会溅到你身上的。没事没事，一会儿要来了嘛。一会儿还要不要奶牌？要不奶牌都不够。一个立牌多少钱啊？我看一下，一个立牌50块，啱啱嗰份量50蚊。你哋喺呢度一只嘅烧鹅髀都好大只噶，系咪？呢度要烧鹅髀都中半边头啊？都系配喺入边嘅。哦，即系配埋嘅。又嚟一只，又嚟一只。那个打包盒里面我全部会拿走的。多啲。我呢个多少钱？半只鹅103，再加33块的哈。加腿就25，烧鹅就16，一件一件都不好。镜头照相吗？阿丽，真的是谁看谁尖叫。那应该多。我啱啱出咗去啊，唔好咁恶。我系大声问我，又啱啫。大声听唔到啊，咁大声你都听唔到。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唉，冷静啲啊！你一闹我惊，我唔敢回答你啊。我唔系闹你，我系大声啫。你啱啱太大声，我惊啊，唔敢答你啊。得啦，一个面一个。一个面一个米，一个奶，系啦，咁样斯文啲咪好好多，斯文啲咁咪5星咯，依下开一个玩笑，大家别误会，他也确实只是大声而已。哎，我做啲做乜嘢？等时间。你们看，麦克风的钱都省了。我发现今天嘛，把烧鹅当早饭吃啊。东莞都是这样，没打人呐，应该又骂你了。我没有骂，我只是大声。大声没有凶我。对。不要误会了。走，哎，得啦嘛。哦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在呢度，我同你坐得唔得？哇，你又有烧鹅髀啊？我烧鹅髀绝对嚟啦，咁早过嚟。可唔可以问下马不贵系咩意思啊？本身我花名系呢个名嘅。你嘅花名系马不贵，系咩意思先得噶？叫贵啊嘛。你叫阿贵啊嘛？贵叔。马不即系好犀利嘅意思，都系粗口嚟噶系咪？马不。系粗口嚟噶。话呢个名又多人得你啦。你呢个戏名又真系有少少聪明。嗰班友仔咧，第一日去到即系嚟黐根丝，我说这个叫快怎么样做？我想咧，按照我嘅。就你自己的名字，嗯，好。因为没开张你就贵了，贵了就要去谁来吃啦？有一个老头子，哎，写了一个招牌给我，马贵。你本身都贵了，你马不你咪仲贵？我咪唔好行贵字行头啊嘛。哦，咁依家咪成功咗咯。拉埋招牌咯，唔使啊，我好多嗰啲唔得行咯，又卖嗰啲得得车咧，送到东莞我。即系嚟唔到，佢哋都要订。系啊，咁依家马唔马不贵都冇所谓啊。冇所谓噶，同山关老板。贵属实在太简单。今日我哋有烧鹅髀食啦，而家影个烧鹅髀先，俾啲朋友睇下先。我哋仲有份鹅红喎，我唔系仲有份鹅红啊，俾埋。仲有份鹅红啊？一共几钱啊？我俾埋先。一份鹅红啊？仲偷偷地攞咗两支豆奶。70蚊啊？收少你1蚊啊？1蚊罚你啱啱咁大声吓亲我。系啊，罚我1蚊啊！
咁样我自己撇咗佢啦。今日嚟睇下呢个人气都系真系非常之高，算是吃那么多烧鹅啦，等的最久的一次了。哇，还是那个老动作，俾大家感受一下一只烧鹅髀嘅分量，嚟自马不贵。咦，10蚊咁大份啊？系啊，正正正正正，10蚊嘅鹅胸，咁么多，这应该吃不完了。这个，来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表扬我们早起吃烧鹅腿 ，Let's go。你食佢食佢。先转一圈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哇，好吃，浓浓的有种香味啊！我吃它的皮像吃薯片一样。它的皮真的很香，又香，它肉厚脆厚脆的，佢块皮可以做到又厚又脆。佢嗰啲咩汁啊？有盐有嗰啲唔知咩汁。它个皮绝了，鹅颈。再来一勺这个鹅红。快要下雨了，快啲快啲快啲！今日光谱行动，绝对食完啦！烧鹅髀，我哋已经食咗好多，依然都仲系有咁多烧鹅髀，我觉得就已经是能够去到好吃的那个标准了，真的好吃。个皮厚得嚟咧，脆到好似食薯片咁。而且它那个厚，它那个皮，它不是油腻的，会把好吃都结合在一起去了。真系好食，真系好食，真系要点赞呢度。好，我唔祝你好生意啊，咁好生意，祝你身体健康得唔得？应承我。就话有人玩下真系好。啲人好似我咁过嚟同你吹下水咁都 fit 啊，都开心噶系咪先？走啦，拜拜，身体健康啊！哦，今日呢一餐最后埋单嘅系70蚊，25蚊烧鹅髀都会配半边鹅头，10蚊嘅一份鹅胸，我哋系完全系食都食唔晒嘅。虽然佢叫麻不贵啊，呢种份量嘅话，我已经好满足啦。呢个价钱，味道我依然都要强调一下嘅。我哋烧鹅队，我觉得可以派青山啊！如果大家想嚟食呢只烧鹅髀咧，一定要好似我哋咁早起过嚟先有烧鹅髀。咁呢一档嘅营业时间咧，其实都比较迷嘅。为咗食今日食得上，就早啲过嚟。我啱啱问咗贵叔啦，佢话佢下午都开嘅。大家有离开上平呢边，我觉得麻不贵，你哋一定要过嚟感受一下。今日嘅分享先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